骑士路口想左转，本应两段式待转，他却疑似瘫痪，直接转，没想到才过一半就被直行重机拦腰撞上，撞击力道之大，两人瞬间腾空飞起，大力重摔滑行。看起来应该是很快，非常快吧，因为那个蹦的那一声太大声，现场一片狼藉，两名骑士还倒在地上，表情痛苦，无法起身。事发就在新北市新店槟榔路，89岁的黄姓男子疑似瘫痪没待转，惨遭重机骑士拦腰撞上，当场倒地不起，送医后宣告不治。 同样也是左转车祸，林口这名驾驶却是酒驾酿祸。轿车当时正要左转，骑士没注意到对向直行轿车，这一撞力道之大，骑士当场倒逃灾，摔落车底。当时车速太快，机车车头撞到面目全非，几乎看不出原本形状。警方事后酒测发现，竟然是轿车驾驶酒驾上路，酒测值高达 0.21， 讯后也被以公共危险罪送办。记者黄天耀有涛新北采访报道。我是陈继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。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他从后面撞你啊？对，他那边车会凹掉啊。男子 Keep Up 向警方说，后车直接撞上车尾，气得他下车持棒砸车。你讲后边先弄你的车，啊，你家去甲讲的呢？哦，对。 行车记录器还原，双方疑似有行车纠纷，还隔空互呛。啊，别忘记，我先跟你说，你冷静，这个我处理就好。理性驾驶不停朋友劝说，双方在路口互尬掐追逐，变换车道，谁也不让谁。最后，理性驾驶紧急刹车，砰的一声，后方驾驶直接撞上。 警方到场处理，原本以为只是行车纠纷，单纯车祸，结果在双方车上个别搜出毒品、毒咖啡包和3级毒品，共1200多公克，双双被警方上铐逮捕。李姓男子持有2级毒品咖啡包、11包，后车的铃兰，并持有大量的毒品。 警方意外查到毒品，深入追查，互尬掐发生追撞车祸，不排除有毒驾行为。警方依公共危险罪、毁损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将两人狼狈送办。记者王毅、黄世云高雄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，让我增广见闻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与时俱进。所有最新消息、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。 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受伤了，我就已经被他折了，我还在坐月子。列车进站，推着婴儿车的妇人却和站务人员求救，怎么也没想到带着孩子搭车竟然被乘客殴打，母亲饱受惊吓，双方吵个没完。 眼见男子打死不认，妇人最后验伤提告，但双方会爆发冲突，竟然是因为婴儿车卡到脚。捷运人潮众多，有时人手一个行李箱，或爸妈拉着折叠式推车，一不注意就可能压到别人的脚。当时李姓妇人娃娃车撞到高姓男大生，对方气得彪骂，英文脏话，还对妇人拳打脚踢，被害人脸部四肢擦伤，嫌犯被以公然侮辱伤害等罪判处拘役25天，得一颗罚金25,000元。 走的比较慢啦，平常就是会保持距离，我们不会跟人家靠太近，所以我们就是当做是预防，不小心的而已，就应该不需要这样去打人家吧。就看到前面有人的话，他会跟前面的人离比较远一点点。毕竟妈妈独自带孩子搭车，瞻前又得顾后，男大生一碰撞就骂人动手，这笔罚金看他能否找回同理心。记者王志文、鲁雨欣，这样报道。 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，让我增广见闻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与时俱进。所有最新消息、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 特搜队员赶到现场，发现连接货柜车车身倾斜，后方运载的货柜几乎快要翻过水泥护栏，挂在高空，摇摇欲坠。人员拿出破坏器材，因为驾驶还困在车里。 10号早上10点多，货柜车经过国道1号末端3国通道，疑似重心不稳，在转弯处自撞护栏，先撞断一根灯杆，灯杆坠落20多公尺桥下。庆幸的是没有砸到人，驾驶第一时间用无线电通报求救。直接电求救，他说有没有脱掉车可以来求救一下，被夯整个人撞，护栏里面。经过伤口的脚部有受伤，还好驾驶被救出时意识清楚，直接送往医院救治。同样发生意外的还有。
高雄三民区这处工地，吊车疑似吊挂建材超重，红色吊臂瞬间倒塌，超长的吊臂往右倒，压到两名工人，其中一名被吊臂压住双腿，情况一度危急。其中一位遭吊臂压伤，两名工人均意识清楚。高雄一个礼拜发生两起吊车翻覆意外，加上货柜车自撞护栏，大型车频出意外，针对工地违规都被停工，最高可罚300,000元。记者王一玉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